出其不意就看出戏，和我一起看剧出戏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拍摄过程当中，我记得我们刚开机的前几天吧，就是大家演戏都彼此看着对方就会想笑，对，因为这是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过，就是哪个戏就一开始大家就不太熟悉的情况下也会想笑的这种感觉。但这戏就是大家看着对方一眼就会想笑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就以这种笑的方式缓解了一些尴尬，然后就变得比较亲近了。帅气、理想型、特别会撩妹，但是呢，对女孩子都没有负责的那种。但哎呀，怎么说呢？他也没有见异思迁了，会记得自己的前女友，前女友，然后也会哄好现女友，现女友，就这种，就有点坏哈，我觉得。就是她很有女性缘吧，很多女生都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依赖的一个大姐姐，然后呢，但是刚开始都没把她当姐姐的那种，对，因为她是男装的嘛，就觉得她是一个小帅哥，又很乱，但又想看，想理清楚。好了，我的计谋成功了，会相爱。这个，我现在这个中文感觉也不太。是一个封面剧本封面的一个照片，戴了个头发不太像。我想在有生之年得见盛世大唐。长歌是我演过最会思考、最聪明，然后最啊，就一个最就好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最会思考吧。哪个不太像？年龄吧。年龄不太像。最近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通告，因为之前在剧组嘛。也没办法出来去把其他工作做了，所以最近也都是在做其他工作，也算半休息半工作吧。长歌行，不看不行。